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在那个 eShop 上面有看到这个耀西的手工世界体验版，想说就下载来玩一下好了。都之前看感觉还蛮好玩的，然后我想要在完全没有体验的情况下，先直接记录这个美好的一刻。好，马上来试试看。今天想要请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，但是他好像不太愿意。因为他只能单手玩游戏而已。哎，这个耀西的手工世界是中文的。哎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个话？快讲话啊！他好害羞，他不愿意讲话。耀西的模式，让游戏更平易近人。哦，我是比较擅长于游戏操作的玩家。赞哦！啊，可爱哦。开始游戏，这个中文做的蛮可爱的。看一下啊，噗噗，往火车之都出发，Go，Go，往火车之都出发。哎，我们的朋友，赶快讲话，你不是要跟我一起玩吗？哦，做的蛮不错的耶！别动，别动，是你？哎，哦，会变成小蛋呢？啊，可以干嘛？哦，是呀，我是有点像是拟真的那个模式的那种。喂，可以吃花吗？调戏。不行哎，所以他会杀了我。蛋哦，空中踏步跳跃，连续按 A 的时候会暂时浮起来。好啦，知道啦。哎，这，哦，先按。哎，yes，哎，其实跟那个马里奥其实很像。要啊！靠背。垃圾用的，垃圾。好可爱哦，好疗愈的游戏哦。哎，工作不工作就睡觉，死掉你。妹妹，这是体验。又是蛮像，可是就是不太一样哦，有另外一种疗愈的感觉，可以制造蛋哦。耀西比较可爱吗？哦，两颗了，我生一窝小孩。哦，有四个哎。哦，有五个。哦，有六个。七个嘞，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大家庭。哦，八个，是八个，真的有八个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最多六个。好了，不要再出来，我已经吃饱。这是什么提示？哦，好。哦，它可以那个哎，它可以也可以洗手。哦，赞呢。我好聪明！哦，小花花，哦，原来这是加密的，但就是可以拿来攻击啊，就是丢敌人。你看这个，哇，它还有前景声，它在前面哎，然后干它就掉下去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等一下啦，哎，真的，你看它可以往里面丢哎。这因为这是里面啊，赞哦，还有一个礼物，哎，可是它不能用它，哇哦，
哎，我不一定有蛋。我能来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蛋。哎，有红色的蛋。好多是免费领取的。红色的星星吧，红色的钱币不知道是干嘛。你屁眼哟！哎，等一下，他双债合法吗？找不到火车的零件就无法继续向前，真幼稚。找到了，我找到零件了，零件跟着我吧。哦，然后再把零件装回去哦。哦，哦，不错哎。还是有不一样的蛋，无限领取。上二楼，哇，可以上去，好可爱。花花花花，嗯，这应该也是过关可以拿到的一个不特别奖品。又素泥，哦哦，好像二十个红色金币就可以怎么样？哎呦，我在里面打不到，细的。这样可以吗？纸扎人啊，纸翼纸翼纸翼。哎，我们的好朋友出现了，你讲话嘞。哦，我们今天有三个人，还有一个朋友只能用一只手。哎哎，我怎么拿零件打人呢？可以哎，还是先，那我可以用零件。这都不会纸，是纸厚纸板都不会坏。回去吧，先一个。这感觉比较适合那个一家大小一起玩那种游戏。玩输压的，好像也不太需要，不太需要动脑。等等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发现了呗，不行哎，一定要重。咖啡罐吧，意式看起来像是那个 cold brew 冷萃咖啡。耶，我可以跳池耶。哇，还有一个小花。哇，这个操作真的不错。少一朵花花哎、欸，会不会等一下丢了就过关了？算了，启动火车。啊哦，我以为他们有要载我啊，所以是不是还有一朵花？我是不是应该？哎、欸，他走的还蛮好迈的、欸，正面的。哎、欸，有三个，拿什么金币？拿什么金币？二十。哦哦，怎么？什么都没发生。放。都是因为你拿什么花、啊？我能补贴吗？
好像不一样颜色，但好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作用。我有一个蓝，跟着我一起走。耀西就跟那公主一样，只能飞一下。你现在在我这个频道里面，就是跟罐头音效没什么两样，所以我应该在你那里塞一个麦的。他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多人玩，他可以多人玩吗？怎样？现在怎样？哎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跳车吗？我不能跳车。没办法跳车，我要上厕所。算了，在这里好了。哦，我可以丢，我可以把这个丢出去。到了，到了。这是要过关的意思吗？不要吧。一朵花哎、欸，谢谢。好疗愈啊，很温馨的感觉，比星之卡比还要再温馨一点。星之卡比就算是比较暴力一点，所以它这个有中文化，其实根本就没差，因为里面的中文也看得懂，根本就没有文，没什么文字啊。不过他做这个拟真这个纸的这个是蛮不错，蛮特别的。怎么了？怎么有一只很像小猪的？好可爱哦！就是敌人，啊，吓死你们！要怎么做呢？当然要继续寻找啊！我是好奇宝宝哎。小波奇。小波奇，小波奇 ，Boki Boki， 小波奇，哎、欸，我要上火车才可以走。Let's go。给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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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啊，很漫长吗？这个火车开得很快。小波奇，看到你了。小波奇该不会也要用吃的吧？哎，不是，不能吃它，不过是蛮可爱的。小波奇，哎，可以丢小波奇，可以丢小波奇，小波奇被我丢出去。小波奇，还是要带一些蛋在身边才行。谁？走路好豪迈、啊，我用小波奇攻击食人花，哇、哦，小波奇很强哎、欸！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留下任何会作怪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他好，你看他这个挡到他就挡到嘞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没有很多一定都挡得到。哎、欸，我没打到，我只打到他的花而已。他们看起来其实也没有恶意，可是却要被我打掉，好可怜哦。哎、欸，其实是有在计时，干嘛？哦，记录点。小波奇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我看到小波奇了，在这里。Yeah！ 哎、欸，还要你教，我早就会了。小波奇攻击。再一个小波奇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小波奇，这个是只有用生命用的。你在哪里？还给我休息，要把你吃掉。哎呦，差一点受伤。
在上面。有可能。哦，没有。哦，哇哦！哎、欸，小波奇找到了三个小波奇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就这样浮上来。小波奇连发。也太好笑了吧！那我要，我先过了，大家一起过关。哎、欸，这好可爱。我真可爱。在2分30秒内，哎、欸，我完全没有。小波奇，感觉有女友的人很适合玩这个游戏，玩给女友看。火车原地如何呢？应该有各种劳作吧？哦，原来是劳作，可以不要吗？找到5只牛，然后就拿蛋丢牛啊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对啊，为什么要拿蛋丢牛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外侧，外侧，所以是在外侧。哦，外侧哦，火车之都的外侧啊。我知道这一只叫黑猴，黑猴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有玩那个马里奥派对，对，它叫黑猴，对，它就是黑猴，黑猴，这是食人花，还垃圾，对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有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他刚说那个他在这里，找到你的牛肉。所以那个啊，劳作啦，因为那个牛是劳作做出来的，所以可以用吃。所以意思就是只就没有生命的意思。来，滚滚！来来来！哎呦！耶！哎，我又看到牛了，在这兒。它这个不错哎，它还有做景深的，我一下子就没发现。但是感觉上好像你想丢多远就丢多远。来来，黑猴变成了蛋。对啊，好可爱。而且你看前面这个小草也是，这个也是。对啊。哎，我的爱心也是纸扎的。来，我一个血。刚刚是瓦楞女，好可爱哦。这个真的蛮，有那个问号在这啊，这个，哎，我太心急了，把弹球丢掉，还没打到人，就是他还蛮适合，应该说这应该更适合跟小朋友玩吧，小朋友就是爸爸，你看那个是射击哎，还是现在小朋友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射击。没有参与，直接参与，他可能要做跑步、下午，应该是哦。现在好像直接就进入手游这个部分，哇，好猛能啊！哎呀，这几个蛋呢、啊？今天闹蛋荒哦。哎呀，这要几颗？要几颗？又要再找到那个才可以。哎，准。在哪呢，牛牛？哎，真的哎，我还是。
是要把它拿到才行。跳过它，拿到。到一个地方啊，我下来走一走才过关。就开走，发现牛啊！我知道他在，他一定会在我去的那个路上。所以我刚刚应该要先把蛋先收集完的。哇，现在我一定要百发百中才行。那这个就是，这就是不是想得到他会在这个路上出现的我，比较厉害。这就表示玩的游戏玩的够多，你大概可以了解他可能会怎么那个，会不会没有啊？哎，花哎，刚没收到，哇，就这样到了，太快了啦！哎，结果没有哎，哎，怎么这样？那还可以再回去啊？不行，因为已经到站了。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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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，开心！不是啊，因为这是一个任务啊，他刚刚要我找到五只牛，收集到它、啊。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收集到五只啊，一定没有。没有，还差一只。哦，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体验版好像就是可能就是这一关吧，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。就是哎呀，游玩人数可以有双人呢，所以就会有两个耀西耶，刚都没想到。哦，耀西模式，耀西杯，耀西。哦，还可以换装，然后还可以选择不一样颜色的药剂，然后也可以用 Amiibo， 还不错哎，这个就是算是一个蛮疗愈的游戏，蛮适合合家一起玩的，嗯，还不错，这个体验版还不错，好，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就这样，增加我购买欲望吗？就是如果会有人想要看我玩的话，我应该会考虑一下。对，因为这种横向卷轴游戏，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两个人在玩，可是其实就是还是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游戏，会让玩的人会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。要不然一个人玩游戏真的很可怜。嗯，如果有人想看我，如果真的有人想要看我玩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只要留言数超过也不要超过一人，也超过一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就会去人，超过二十个人留言，然后我就买这个游戏。好，然后我想应该是不太可能啦。好，那好，今天这个耀西的手工世界体验，我们今天先到这了。好了，那之后过一阵子再看一下留言好了，那再看一下后续的状况怎么样。哎、欸，耀西，你不要睡着啊！耀西，怎么连你都睡着了？睡屁睡哦！哎、欸，他听到我讲话醒来了。好啦，大概就是这样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